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我正等着起灯啊，拢火呢。我们这条街呀，跟你就是有缘。可不，我有些日子没来了，拿给你。这么热的天儿，忙活什么呢？您还出来呢？嗨，查户口，公事来了没法子。来碗凉的。哎，别，我这牙怕甜。得了，我找您块冰壶，我给您凿去。您瞧，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您还东跑西跑的。是，来吧，您来。哎呦呦，哎，你好，来吧。什么喜事儿？这么高兴啊？
妇儿。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你怎么回事你？我今儿上胡同口接你好几回了，就是没把媳妇儿你给接回来。你想媳妇儿想疯了？别叫媳妇儿啊，我说。哎，呦呦，哎，蝈蝈，哎，哎，媳妇儿买个蝈蝈回来了，哎。我看你是真疯了，叫上来。哎，好，我说，听着。啊，这听着。我花了1块钱啊，买了一筐从宫里出来的烂纸，嗯，待会儿你看看值不值啊？给，喂蝈蝈吃吧。啊。哎，媳妇，咱们吃饭吧，我这饿着呢。真的，我说，啊，这街上的灶王奶奶，怎么贴咱们家炕头上了？嗯，像不像？别胡闹了，这个呀，就是你的照片，我媳妇儿的照片，没错。媳妇儿，咱今儿做点好吃的吧，烙点葱花饼成不成啊？啊？理我啊！要说成，我现在就买东西去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别这么叫成不成？向哥，哎，来来来来了，来了。今儿起啊，我就叫你媳妇了。你要我白听。哎，那什么，那咱到底吃点什么呀？你啊，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买去吧。成，买去。哎，那什么，要不我先给你擦擦后背。天都不早了，你快买去吧。哎给他们来斤葱，哎，得嘞。哎，这又是哪位王爷的龙凤帖啊？
这回啊，可别再给小石那个老哥了，拿到六国饭店去，可以多卖俩钱儿。你把它打开。这个呀，是咱们俩自己个儿的，要不就我怎么老管你叫媳妇儿媳妇儿的呢？卖俩钱儿啊？什么？我说你呀、啊，你也真是，哎，都教了你两年多的字了，连自个儿的名儿还都不认呢。谁认识这么些字儿？都是一些连笔字。得了，别老媳妇儿媳妇儿的，我不爱听。这谁写的？今儿啊，巡警来查户口，我们就在那户口簿子上填的是两口子。我还跟人说呢，咱是那，我跟人说咱是那辛未年间办的喜事儿。什么辛未年？啊，辛未年我哪认得你啊？甭这瞎白话，咱没拜过天地，没喝过交杯酒，算不得两口子。现如今，咱有了这龙凤帖，不就成两口子了吗？别瞎闹了，什么龙凤帖龙凤帖的，烙饼吃了得了。其实烧就烧了吧，反正户口簿上已经填上了，咱就那么回事儿。哎，咱做个鸡蛋汤喝，媳妇儿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真要恼了。呀，又在想那礼貌。哼，我想他，一夜夫妻四五年没信儿，想还不是白想。你呀、啊，也别这么说，礼貌又怎么着？我想啊，他也许是让土匪给抓走了，兴许是让人给打死了。得得得，甭提这事儿了。给您攒了这么些日子头发，才给一盒，您再饶俩肥子吧。没少给您，大嫂子也想打扮打扮，给谁看呢？你看着给吧。哎，哎，这现如今也不是怎么这么多洋报哈、啊？可不是，分量又重，又卖不出多少钱来。哎，说呢。这倒也好，他们呢读洋报，咱们卖洋纸。可不是，咱们好赚大洋钱呢。是啊，读洋书，混洋室友，我看啊，将来说不定什么都得带上个洋字儿。嗯，你瞅着吧，兴许得叫洋猫、洋耗子、洋狗、洋驴、洋骆驼什么的。这么着，你呀、啊、也改改，你不叫那个换曲灯，你叫换洋曲灯嘞，好吧？我啊，啊，才不那么喊呢。哎，洋车，哎来了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到哪儿去？
羊鞋，哎，您请，羊袜子，羊头发，羊卡子，整个羊肉。哎，你这怎么回事？哼，你要是将来有了钱啊，准娶个洋媳妇儿。嗨，老天爷知道。老天爷不管咱们的事儿。我啊，发不了财，我就是发财，我也不娶那玩意儿。你多好啊！哼，瞧瞧瞧，又来一位。改明我要是有了钱，我就给你买一个顶好顶好的草帽，跟刚才那位一样，成吗？你好好拉你的车吧。哎，来来来，拿过来。哎呦，来了！哎，接着跑啊！来，一百九的。哎，接着。给我放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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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这。来，要一下啊！哎，不少，今儿可不少啊！放这，放这，放这。哎，来来，这给我，这给我，这给我。等会儿，打麻将钱哥。赚点钱回乡下去，种种庄稼什么的。还想回去？啊。没饭吃挨饿，我也不想回去。说的是我们老家那个乡下。这年头，哪个乡下都是一样，不是闹兵就是闹贼，不是闹贼就是闹日本。老实在这住着。捡捡难是得了，得，那就听你的。喝点那什么，沉睡吧。曾以为这阵子卖了八毛钱呐、啊，说是呢，要是每天都能从烂纸堆里捡出八毛钱来，来一回乡下种地，那不是找罪受吗？接吧。哎，我算账去。干嘛？别去。别，得早起了。大院都睡了，你还不睡？天可不早了。哎呀，你忙活些什么呀？就不先跟我坐一会儿？你瞧那样，你两口，哼，别看人家是露水夫妻，露水夫妻，嘿，人家上了户口了，正经八百的两口子，正经八百。
比咱俩还正经八百。对着呢。桌子。哎，桌子。哎，草帽嘞！哎，草帽，老爷子，您试试这草帽怎么样？哎，对，您看看，再看看这个，再看这个，啊，那您来顶啊！哎，这，这这个好，看看这个，来这顶，嘿，不错，戴上这草帽，跟那洋妞似的，怎么样？给个价，来顶。哎，来劲儿，别走啊！我打你！哎呀，你怎么着你？你打你就打你！来，你跟我要钱呢？那怎么？我白拉你！老子在前方打日本，你跟老子要钱？那你得给点。我他妈你！你妈的！哎呀，我不打了，不打了！这他妈了吧？咱不打了，不打了啊！咱们中国人不打，你们都是中国人。快一边去你！我妈了巴子的！你说说，嗯，挺大的老爷们。你就没长着手？他们都是吃枪子饭的，你就不会去打他？道理，真是什么吃枪子饭的？你们这些老爷们就是窝囊，我就不信街上那么些人就收拾不了一个架拐的。街上那么多人，谁管这事儿？都在那儿看热闹。好好，哪疼？这儿疼不疼？嗯，不疼。这儿呢？这儿我还不是。你到底哪儿疼？嗯，这儿。哎，呦呦，哎，来来来，没事，你来来贴贴吧。真是的，又糟蹋我的万香玉。晚上带花，我又不是一个姚姐。刘大姑，捡的不少啊！哎，我捡了一筐，也没您那一锅火烧赚钱呢。您这没本的买卖也不容易啊。谁说的？我这换取灯的取灯，也得花钱买。你本儿小，可一本万利呀、啊。嗯，倒是。一会儿有个大元宝等着我去捡呢。等会儿去，等会儿去。哎，喝，再给您添点儿。哎，得，谢谢您。回见吧，您。来世父亲，正涛，正涛。
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李茂，给你拜过天地的李茂。今儿您回来的早啊，来亲戚了。老人家，给背进去得了。放这儿吧，放那儿了。哎呀，放那儿了。您受累了。哎呀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麻烦您了，哎、您慢走啊。哎、傻子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快回去吧，啊。是这家的吗？你是这家的吗？哎，傻子，回家去吧。哎、啊？对呢。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哎。把金门给我带上。哎。喝水吧。嗯。真疼。真疼。陈涛，这是咱们的龙凤贴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您仔细瞅瞅，哎，这是端明殿的玉玺，真正宫里的东西，不易多见的，先生。
一点不含糊。要多少？我这儿急等着用钱，您给个整数。人家出了12块，我都没卖啊。哼，要不先生您给个价。茂哥，你水凉不凉？不凉，正好。振涛，你在这儿住多日子了？3年了。你收拾的这么干净，一个人住啊？不，跟一个伙计。茂哥，把你脏衣裳扔出来。春桃，你做什么买卖？我不告诉你了。不就捡烂纸捡破烂吗？那能赚多少钱？你呀，先别盘问我，等钱取完了再说吧。穿上炕上那件衣服。进来了，别进来。嘿，我说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哎，您帮忙，我这么一句，我今儿还没开张。哎，把这信给我发了。哎，先生，您再仔细瞅瞅。您给个价。3块。行了，卖您了。我给你拿钱去。哎，这么说，你嫁给那姓刘的了？不，我们只是在一块住。你跟他就住这屋里啊？我们就住那些炕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我媳妇儿。谁的媳妇儿我都不是。这会儿啊，我是我自个儿，我要干什么事儿啊，也碍不着谁。那我算怎么回事？咱们到底还是两口子？两口子不两口子的，也是早先的事了，你也想不到会在这儿遇到我。我一个人在北京，得活命，得要人帮忙。要不是遇到刘向高啊，还不知道该怎么着呢。不管怎么说，
我们拜过天地，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呢。百认不百认的我也说不准。今儿个我临离回来是因为咱们是乡亲，你要是认我做媳妇儿，我不认你就是打官司告状也未必是你赢。好吧，陈桃你做主，你瞧我已经残废了，就是你愿意跟我，我也养活不了你。我不能因为你是残废就不要你，可是我也舍不得丢了他。大家在一块住着也别想着谁养活谁，好不好？哦，吴大爷，今儿个您回来的晚点。哎，我这折腾一天了，成了两件小买卖。那好，哼，还成哈？怎么着，您这还得再待会儿？再待会儿。哎，送饭呢。哎哎。哦，说了半天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买去。哎呦！呦！呦！好买卖是吗？哎呀，那还能有错？来，安秋，昨儿你背回来那筐里啊，有一包是明朝高丽王上的表彰。哎，里头有两张是盖了端明殿玉玺的纸，行家一说是宋家的，一给价。猜怎么着？20块，20块。哎，可惜啊，我给卖漏了一份。卖了多少啊？3块钱。哎，我没都卖了，我还留了一。给我媳妇儿开开眼。我跟你说，别管我叫媳妇儿啊。哎，成，哎，不叫你媳妇儿，不叫你媳妇儿。反正啊，今儿咱们开了光，哎，等待会儿吃完饭，咱们上什刹海逛逛去，消消暑，解解闷儿，嘿嘿。哎，干脆咱不在这儿吃了，咱什刹海吃去。得，就这么着。今儿来人了。你进去吧。这有原先的男人，这有现在的伙计。啊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吃你行不行？我去买去。我吃了。你在家陪客人吧。哎，那什么，贵姓啊？免贵，姓李。哎，买个烧饼。来了，您10个。哎，这一炉都要了。哎，好，刘大姑你来了啊，先正好啊。哎，哎，喝点水。
通婚那天晚上，土匪一下子来了，就跟那个天塌了地陷了似的，全村人都顾上逃命，谁也管不了谁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哎，你就不见了，我上哪找你去，也不知道你是死是活。当时我急了，抢了土匪一杆枪，我打死他们两个，可怎么也找不着你了。后来我偷着回村去了一趟，别说找不着你爹你娘了，就连我的家也都没了，全村烧了个精光。为什么你的腿啊，给土匪抓走以后我就当了兵，后来日本人来了，我又参加了抗日联军，没少跟日本人打，这两条腿啊，哎，就这么着给打丢了。大姑，可是你怎么这么晚来，是不是还没吃饭？哎，给挂着棒子面吃，过来吃吧。我留着给我爹吃，这是我们街坊的孩子。你收拾，我干了去。快做饭吃。给我取灯。这个今儿你也够累的了，先歇着吧。
天亮了好不好啊？进去吧。去吧啊。今儿个更早睡不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三口人这觉可怎么个睡法啊？多事，我那个心。
管怎么说，李大哥，你们这也算是夫妻团圆，也怪不易的。我也成了外人，也将来你们在一块生活有好几年了，不是挺好的吗？等将来有了活路，我走就是了啊！别介，哪能那么着？为您想，您也不愿意让人家说把媳妇给了别人呢，对吧您？换几灯啊！你的手艺还真好，给你。哎，这下好了，我也可以上街出门了。要照我看，你这两块砖头还不成？昨儿我想好了，给你弄这么一个，你等着啊。猫哥拿个簸箕，嗯，坐。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完呢？你明儿交不了活，我可不给钱。你放心，我就是一夜不睡，我也要给你洗出来。豹哥，我想过了，咱们
这么办，你在家捡货就踢出香膏来了，咱们三个人开公司，你说行不？说话。开公司。回来了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那还有点烂纸。浩哥，啊，你吃饱了吗？饱了，喝了两大碗粥，吃了一锅头，可饱了。我说茂哥，你那身衣裳应该洗洗了。对，我还是穿自己的吧。我不想换。我是说啊，你那身当兵的衣裳就别穿了。再说破，我也没空补。我穿自己的，这就听我的吧。
那什么，我是说我待会儿上琉璃厂去的。哦，我说啊，猫哥打来的时候就穿了一身衣裳，到现在还没换，你再给他找出一身来行不？不给就拉倒。嘿，喂，我这丫头啊，穿衣服可费了，天天在上外头摸。李德哥，春桃把衣裳给你找出来了，你待会儿换上吧。我操！哎，您瞧这块怎么样？黑的，啊、这块好看不好看呢？嗯，好看。你说给他四级尺。可是您穿呀，不凉。哈哈哈哈哈！刘德哥，哎，嫂，哎，就四三尺吧。刘德哥，给嫂子扯块布吧。这一块。哪一块？不了不了，算了。咱得让着点啊，有腿的别跟没腿的争啊。嘴里干净点。我说什么了？哎，行了，你让大伙说笑，回头说呢。我他妈也没说谁是秃子谁是王八。这孩子这孩子说了回就回不去。得别生气啊，这边坐会儿，这边坐会儿。他刘大姑不在家呀？不在，有事儿。啊，没什么。我想跟他借样东西。借什么？他不在家，那就算了。要不就把他送回老家去，您说行吗？不成。他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，连个村子都没有。哎，你难呐，刘大姑也难。可是呢，总这么住在一块儿，不像一回事。这话呀，我不好跟刘大姑说。哎，还真不能说。天底下就再也没有比他心肠更好的人了。傻子，嗯，快回去吧。哎呀，傻子，你在这儿呢。你着了凉怎么办？你看你淋的，回家拿什么换呢？你看，嗯，走吧。嗯。哎呀，闹生气了。媳妇，快走吧。嗯。你看你是的。
我给他写张休书。休？休那可不成。他要没犯什么错，那怎么休啊？咱也不能让他丢人现眼呢。那给你写张卖身契。哎，我拿什么买？我的钱都是他的钱。我不要钱。那你要什么呀？